们来看看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喝了那么多酒，一口都没吃，我都饿了。我、哦，你，哈哈哈！来，下一个，来他。你这怎么性感的脸？我是想说我喜欢你，他以为我要说点动人的话，但是。对呀，对呀，你爱我，爱我，你爱我。带着猴音，我们还是吃东西，然后走。累。你要不吃，真的是暴死。酒店运动会现场，现在我们能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，各位运动健儿也正在场内做着热身运动。这位是拳击夺冠热门选手陆晋，擅长抱抱亲亲举高高。你看这结实的手臂肌肉线条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男性荷尔蒙气息。这一位是擅长蛇形走位的短跑健将顾胜男，人称外号双刀女侠。不要看他体型娇小玲珑，其实体内蕴藏着大大的能量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其实体内蕴藏着大大的能量。大家知道唯一一个男人。请问两位有什么参赛感言吗？我腿要行的话，你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恐怖。这个半月板坏了，所以我现在下半年就睡觉。那坐着吧。再怎么样，你不可能像自己的女人去没有安全去。